每天为您带来新鲜资讯，欢迎收看 ICN 快讯。来看今天的热点新闻。李翊君、马俊伟五月举办母亲节温馨演唱，南加州艺术学院五月九日、十日开放免费公开课。百里惊现地道成都味，老成都火锅店新开张。以温馨的歌唱向旅居美国的华人母亲们致意。唱片销售量超过百万张的台湾金曲奖歌后李翊君，香港 TVB 票选我最喜爱的定式小生马俊伟，将于五月巡回加州举办一连三场母亲节温馨演唱会，以评剧《风中的承诺》《苦海女神龙》等金曲风靡两岸三地的实力派歌后李翊君首度与马俊伟同台，感到新鲜又兴奋。他上次在拉斯维加斯与林峰同台飙歌，领教到港星的敬业与彬彬有礼，这次和马仔应该更有舞台火花。他俩也准备了合唱曲献给母亲们。母亲节温馨演唱会将于5月9日周六晚间8时，在新落成的表演中心 Harris Event Center 盛大举行。哈勒斯赌场度假村会员索票可洽 1-855-234-7469，购票以及往返巴士看秀请下第五季国际娱乐 626-964-4747， 网络订票 www.jadeticket.com。